可以寫信俾佢喎。係啊，佢會代兩封睇嘅，得閒。哇！佢會變㗎。訪問一下姜湯同黃茶液錫嗰度有咩感覺啊？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佢是 Sabrina， 佢就是之前陪我一起看演唱会嗰、那个。今天我去追星，时间咗几多个月？五月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差唔多半年。半年我哋先追一次星，系咪？我哋五月睇咩？唔系八月睇。Sorry。好，我再讲。我哋八月到依家八九十两个月之后，我哋又追星啦。迟啲仲有得去迪士尼，迪士尼都唔知冇见唔见咗一条。啱啱我哋就抽咗戏飞啦 ，fans 送咗袋嘢俾我哋，俾你开箱下。好，佢头先俾咗个签嘅换领卡我哋啦 ，Sabrina 话帮我拎埋，同埋我哋嘅戏飞，仲有呢两袋，睇入边有啲咩先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不是戏飞套啊？我刚才以为是口罩套咯。对呢，但现在已经不用戴口罩了，所以将它当作戏飞套。但戏飞套那么小的。跟着这个 postcard， 是不是 postcard 呢？好像是 postcard 来的。哇，好靓哦。这个好大的个头。哇，是不是写信啊？这个是的，你可以写信给他。是啊，他会代两封看的，得闲。唔怪之睇片咁多人俾信佢啦，就系开咗系用呢个嚟写俾佢啦。呢个系你我开出嚟嗰份，我用你嗰份写，好靓啊！咁我生日你就可以写信俾我啦。我用你呢份写俾佢，你生日我就用翻我嗰份写俾你。哇！佢有咩啊？有虾，好大只虾。呢个系虾嚟噶，正噶，正。要嘅通菜啊，跟住食椰菜苗啦，去泰国唔系咯，系食椰菜苗。大家中意食通菜定椰菜苗多啲？通菜唔系，系椰菜。我哋而家出发睇我的天堂城市。fans 嘅包場，但都好喎，都有嘢送。哇！佢會變㗎。哇！Let's not hang out anymore。有我們之後，也不會太難過。我哋已經睇完戲出嚟啦，你覺得姜圖嗰 part 點啊？几好睇，同埋好靓仔。访问一下姜汤，你睇佢同黄惨英锡嗰度有咩感觉啊？几好啊！我冇谂过系咁样锡咯，知道系点样锡。我哋知佢系有指导咯，锡嗰阵时咩亲密指导。系啊系啊，我有睇一百幕，同埋嗰阵时我唔知道原来佢就黄惨英咯，我觉得佢都靓咗好多，同埋笑得好 sweet， 我觉得佢。先分享先，即系如果唔计姜涛嘅，我最中意第三 part 咯。啱啱我哋讲咗佢就同我唔同，我成个人醒晒俾嗰小朋友嗰啲戏，系啊吓死我！如果第二 part 你系佢哋嘅，如果你知道要 long 啲嘅话，你会唔会同一齐？同姜涛就可以。拜拜，拜拜，我哋完啦，拜拜。之前就同大家拍咗三条开箱月饼嘅片啦。包括有香港嘅月饼、台湾嘅月饼同埋宠物月饼。其实除咗呢啲月饼之外，我仲买咗一盒对我嚟讲好重要嘅月饼，就系 To My Dear 月饼啦。佢就呢个纸袋咧，劲靓咯！一打开个速递，跟住见到呢个纸袋同埋盒月饼，超级靓。
我依家要开箱啦，我要小心啲，唔可以整烂呢张纸。都劲靓咯，哇！Two. 它咪就得两个模咧，佢嘅味道就有竹炭啦、抹茶啦，同埋朱古力，同埋全部都系麻薯，正。我呢边冇焗炉啦，所以我谂住就咁食咯。跟住再去我妹嗰边就焗嚟再试下，但系就可能唔会怕。佢已经拎咗呢三只味出嚟啦，哇！俾大家睇下佢嘅大细系点样。我一开出嚟咧，好重抹茶味。佢呢個綠茶味咧，切咗一半入邊咧，好似有啲紅豆沙蓉咁樣咯，罩眼睇。跟住有個麻薯喺入邊，因為初初入口咧，即係唔係太大抹茶味嘅，比起聞落去。但係咧，佢有埋個紅豆味湧出嚟之後咧，佢夾埋個抹茶味就好 match 咯。第二樣咧，我就諗住試竹炭味，其實我應該試咗竹炭味先啦，一開始想由淡味啲食起，攞個茶先。我想講我中秋節。肥咗超多，食咗超多嘢。其实咧，我一路都唔知道竹炭应该系咩味咯。同埋有啲芝麻，我妹可能会中意食呢个。我平时唔中意食芝麻味咯，我妹呢排超中意食花生芝麻嗰啲古早味嗰种啦。我就不嬲麻麻地芝麻，但系呢一个咧都几好。可能因为就咁竹炭系冇乜味，所以佢就加芝麻。我啱啱就喺佢网站度睇咗啲成分啦，佢个皮就系用纽西兰嘅牛油啦，同埋日本嘅面粉去整嘅，跟住都系用日本嘅抹茶粉啦，同埋日本嘅芝麻，有台湾嘅竹炭，有 70% 比利时嘅朱古力，而佢入边嗰个麻薯咧，佢都系台湾嚟嘅咯，全部都系内陆风，全部都系外国嚟嘅。我觉得佢咧每一只味咧。都是不会超级浓啦，但是都几啱我，中意食啲淡啲口味。如果佢之后再出新嘅嘢咧，我都会继续买咯。咁啊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睇我嘅片，就记得 CLSS 我啦。我哋下条片。